一口，我咬口看看。欢迎收看《时尚玩家》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豆沙现在口中。你们两位有吃过？它豆沙是那种超浓稠。你们两位有吃过吧？超浓稠的，是是超浓稠的，超浓稠的，超浓稠，超浓稠。对。然后你看，流出来，完全没有粒粒分明的感觉，因为红豆都已经不会油起啊。